我们也有画不，我们画的也不只是南万华，我们也有在北万华最出名的螺蛳粉。这个我有去吃过，这个我有去看过，哇，很棒，万华真的很棒。我能分享到此结束是。是共同创作还是一个人画一幅画，你还是大家一起？一个人画一张。一个人画一张。对，一个画一张。一个人画一张吗？一个人可能会画一张到一张以上，所以有些画的作者可能是来自同一个画。我非常有创意，而且我们这个万华在地的文化，特色文化非常好。这个姐姐专门给我去勾画过的。我把小朋友的画，就是那个地图，我自己画出来，最好把小朋友的画对应到那个位置。对应到啊，对，所以他那个画的位置就是在他们真正的地点。这个您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？这个很有特色，是全国的特色，还是世界的特色？来，你看。这个鹿鸣跟那个鹿鸣的取它的谐音来做的，鹿鸣的谐音都会对应到我们的鹿鸣，可能是其中一个字或是两个字的。比如说你举例看看，像安康鱼，这个是我的版画作品，刚好就对应到这条方向的。安康鱼就是康定鹿，对吧？然后。像大潭土鱼，它就是对应到万大陆。对，这边你看一下，万大陆，对应到万大陆，这条道路，对，这两条都是。有一些鱼的路可能不会在这个地图上面，但它们仍旧是在万华区的地方。